我们有这个李友谈李博士，那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有张小刚，小刚跟大家打大个家招呼好，吧。两位好，主持人好，苏姐好，李博士好。那李博士是在台湾上网的啦，那个他是台湾的学者，那小刚呢是这个来自中国大陆。他以前是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啊，那我自己本人，我苏时莹在，我是这个在澳大利亚在悉尼，然后我是做媒体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跟大家再继续讨论我们上个礼拜接下来的话题，就是这个佩洛西访问台湾呢，那在这个礼拜有更精彩跟激烈的这些后续发展啊，就是这个中共跳脚非常生气啊，然后他就扬言就是说要做3天的这个军演哦，而且他划定了6块地区啊，他是就是讲那个地方海空都要管制啊，那6块这个海域啊，他说我们要做这个军事这个演习这样，那等于是包围了台湾，所以我们一般就称作这个叫做围台的军演啊。哎，只是没想到啊，那最重量级的就是他要射飞弹啊，没想到他在这个3个小时开始军演以后呢，3个小时他就说啊，我们已经目标达成了，那我们已经命中这个圆满达成我们的目标啊。那然后他说好，所以可以结束了。那这个管制呢？解除啊，就那个在这个东部啊，台湾东海域的那个地方的管制就解除了。哎，大家正在吓一跳的时候，那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？哎，结果日本跑出来，跳脚，他说啊，这个你这个中国呢发射了这个飞弹啊，有5颗飞弹。打到我日本的这个经济海域啊，那所以日本就在那边跳跳跳了，那个，然后就这个他的这个首相这个岸田文雄就说，哎，一定要这个马上停止这个军演啊，这个日本，因为日本那时候刚好佩洛西离开台湾呢，他就去访问韩国，又这个会见这个跟这个日本这个岸田文雄见面。岸田文雄就马上提出这个抗议了，然后他的这个这个防卫大臣那岸信夫马上就是开记者会，然后哇，把这个中共的这个5枚导弹他们是侦察到有9枚导弹，他每一个的发射地点，然后他的路径，他的这个速度。全部都掌握了，全部都掌握了。那然后还讲说，你看你有5枚打到这边来，那中间他也讲了，他说有4枚是从台湾的空中飞过去。那台湾空中飞过，可是台湾老实说，台湾的那个并没有感觉啊，所以大家就去问这个国防部，那国防部说是啊。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发防空警报呢？是因为呢，它掠过台湾上空的那个，它是从外太空，从太空的领域，它已经超过了台湾的领空，而且它那个发射的地点到这个子弹落地的，它是落在台湾东海域的海里啊。他说根本不影响到台湾的活动啊，对台湾没有影响，而飞得太高了嘛。那就像每天我们这个头上都有一些卫星从那边过，所以不影响。所以他这个台湾连那国防部连防空这个警报都没有发啊，虽然说不影响，而且这一次呢，大家才发现哇，台湾的这个铺路爪的这个雷达啊，因为台湾侦察到它发射了11枚飞弹哦。大家就说：“哎，怎么会台湾侦察到11枚？而且从哪里发射？然后他事实上，他从他开始发射的时候，台湾就已经算到，那
那个飞弹它会落点会落在哪里了，就已经算得到了。所以这个台湾没有发这个警报，但是大家就很疑惑，就说为什么台湾搜寻到11枚，然后日本才搜寻到9枚。结果后来大家去研判啊，去了解研判，发现台湾的这个雷达哦，那个最新的这个铺路爪雷达，在乐山这个基地的那铺路爪雷达的确是非常强啊，亚洲最强的，甚至比日本的还要先进还要强啊。那事实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说事实上台湾的这个防空的这个防御体系，天空的这个防御体系是全世界第二的啊，它仅次于以色列的，这么强的这个强了。也就是因为大家这个也都了解一下，了解到这个台湾其实防御的能力是蛮有把握的，大家对自己也是蛮有信心的。所以事实上啊，你说佩洛西到这个台湾去访问之前，中共就已经叫了，已经，而且我相信这个小粉红啊，那更是扬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要打台湾啊，要怎么样，什么什么话都说出来。哎，佩洛西真的来了以后，他走了以后，中共更是，他之前还是小粉红在那边叫，那之后更是中共根本就正式，他就做这种军方解放军就做这种军事演习，而且真的真枪实弹的给你看啊。哎，可是我们在想，为什么台湾的人也都不害怕，一点没受影响。哎，你这个我们看到那个，我有一些朋友啊，这个传回来台湾的照片啊，他们上班啊，他们就在围着上班的时候，哎，围在那个窗子在干什么？他们就说，你们知道他在干什么？他们在等佩洛西的飞机啊。那然后呢，那个哎，佩洛西要飞机要飞走的时候呢，哎，又围在这个窗子一直在等哦，所以大家哦对他是非常热情的接待。然后呢，一些这个我的一些以前的媒体朋友都在开玩笑，他们现在上节目都要穿那个粉红色的套装，为什么？学佩洛西，因为佩洛西82岁的老太太，哎，她还脚踩着高跟鞋，所以你看到说，哎，台湾欢迎佩洛西，非常热忱的欢迎他哦，不管总统啦，外交部长啦，还有甚至于他也在台湾也会见了跟这个台湾的那个半导体啊，台积电他们啊，跟他们有会面哦，有商谈这个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这些问题啊等等，台湾根本不太在乎这个中共的这些恫吓啊，威吓啊，根本好像没什么影响。那我常常在想啊，这个跟这个1996年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也是台海危机，那时候台湾那个第一次的总统，这个民选总统啊，那哎，但是那时候确实大家有一点会吓到，因为有些人就这个准备要这个就跑出国要去避难啊。那像这一次呢，哎，完全没有听说，没有什么人要去逃避这些什么危机的啊，这个军演啊。那而且也这个事实上各个国家我就发现了，各个国家也都没有撤侨。如果你觉得危险的话，那一定会撤侨嘛。完全没有，完全都没有这种，所以台湾是非常平静的。我们就在想，为什么台湾现在会这么有信心，这么平静？一来是我觉得从这个蔡英文上台以后，蔡总统上台以后，习近平是不断的恫吓哦，而且老是讲要武统台湾，武统台湾。所以呢，你把台湾人就逼的大家就要去了解一下，哎，你如果真的来，真的你要武统的时候我们怎么办？所以台湾各种方案都有，你不要讲说整个部件，这个防空系统还有这个等等的防御设施，那
为什么说台湾的防空雷达全世界第二，仅次于以色列？那你就可以知道啊，那早几年的时候，美国军售台湾没有那么强，没有那么密集，也不是给台湾最好的武器。但是这几年已经完全不一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习近平搞的嘛。他如果不恐吓台湾，台湾还不会这么赶快进步。而且事实上，现在台湾的那个一般的军事尝试啊，是出乎人意外的强哦。你只要有一些那个大家对什么军舰的型号、对军机的型号、对无人机的种类，甚至于什么美国的航母啊什么。还有他的战斗群是有多少等等，非常熟悉啊。台湾有什么飞弹？熊山飞弹、云峰飞弹，什么飞弹啊？然后台湾有什么雷达？什么非常熟悉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以前没有啊，以前国防部也那个把这些军事机密都当秘密，也不太讲。那现在不能不讲啦。那你现在台湾越来越民主，民主越成熟的时候，立法院会盯着啊，要国防部说，哎，那军机扰台，这两天这个共机也是不断，还是扰台，但是他也轻超过中线，只是呢，他超过中线呢，他是超过一下子马上又回去了啊，所以台湾就用驱离的嘛，用驱离的，他也没有说真的，哎，就一直超过中线就一直飞过来，飞到你的领空来，也没有哦，他就是这样子。在闹嘛，就像小孩子在闹。那为什么台湾也这么有信心？因为也发现，哎，我们自己防御的能力很强嘛，我们很有信心。再过来更重要的就是，现在整个国际的这个围困中国的态势已经起来了，因为大家同情台湾嘛，然后跟台湾越来越友好，那所以我们就光是中共打飞弹这件事情，总共有40个国家来声援台湾，总共有超过300个国会议员声援台湾、哦、都纷纷表态。我们不要讲说最先这个美国，当然这个中共要这个军事演习这样子威胁台湾，哎，是冲着这个佩洛西的这个来的嘛，所以美国当然一开始他就谴责中共嘛，然后呢这个日本人还有飞弹还打到他家去了，他家门口去了，他当然也跳起来。然后之后马上 G7 那个工业国家的这个 G7， 他马上他外长就发布了共同的声明。所以啊，那一天呢听说这个同时啊，在东南亚外长会议也正在柬埔寨在开啊。那正在前几天在开的时候呢，刚好这个日本的外相这个外交大臣这个林方正演讲啊，那他演讲的时候呢，这个中国的王毅啊他就走开了，他不那个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生气，说 G7 在前几天他就公然的非常一致的提出谴责中共的声明啊，所以这个。大家看到，你看连 G7 都联合出来声明了啊，那这个是非常的事情啊，很严重的事情。然后他们这个东南亚在柬埔寨开会，那你就讲日本，还有这个美国，还有澳洲，还有我们在这里的澳洲啊，也联合发表共同声明，也是谴责中共，你不应该这样子，你这个破坏这个区域的和平安全啊。那而且事实上啊，我们在悉尼的啊，那个 Tony Abbott 那个前这个澳洲的前总理啊，他发演习的第一天，马上他就已经致意给台湾驻这个悉尼的这个办事处的处长了，然后贴了一张他们的照片出来。哎呀，我们都说哇，太好了，他。就非常温暖，速度非常快。那因为 Tony Abbott 他们自由党，他现在是在野了嘛，他也表达了。那你就不要讲那个奥巴尼兹啊，那也是，他就很快的，他就有动作出来。那然后黄英贤那个外交部
在他在这个柬埔寨开会也是一样，他马上就跟着日本跟着这个美国发动、一起共同的声明。那你就不要讲说各个国家的支持声援了、这两天呢那个圣文森的那个总理到台湾，正在台湾访问，他已经是第12次到台湾了，他这么支持，那你有没有讲说欧盟的也支持立陶宛这个还有很多的国家啊，英国等等，你看到的瑞典北欧等等很多国家都陆续支持，总共光是这一次台湾外交部讲就有40个国家跳出来抗议中共，然后来挺台湾，所以这个情势是完全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了。我们